绝不屈服，绝不屈服，坚持改革，坚持改革。中华民国113年10月25号，就是中华民国民主的国耻日，赖清德赖皇帝正式登基，阉割了所有民主国家该有的权利。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，所有的立委，即便是在民进党最大的暴力攻击之下，我们捍守国会的尊严。上一句柯总召说的，如果来到国会不做询答的话，在家里写点书就可以，在家里搞直播就可以，不需要来立法院做政令宣导。你是一个无知无耻无能的总统，你没有资格到中华民国国会来玷污这块民主的圣堂。我们不欢迎赖清德先生到立法院来做国事报告。